谢谢老家的妈妈的谢谢，欢迎大家晚上好。刚给大家表演了一个仙女打嗝，欢迎哼哈。今天晚饭吃的有点多。哇，升到九级了，对不起。我今天就是自己动手给自己做了一个牛奶火鸡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牛奶火鸡面就是就是在里面加牛奶加芝士加一些蟹柳棒这些做出来的，挺好吃的，就是很费锅。我又把我的锅给烧焦了。欢迎我们2013，欢迎大家。好重的蒜味，我没有吃蒜，大只蹄子。恭喜 LIS 升到了11级牌子，可以聊聊天哦。没有听说过火鸡面，你有听说过吗？就是往火鸡面里面加芝士和牛奶，味道还不错，你们可以试试。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尤其是就是像我这样喜欢吃甜辣的东西，特别好吃。就是真的很费锅，因为牛奶非常容易粘锅，如果不是就是如果你是大火的话，就特别容易粘锅。恭喜琪琪38D 升到了6级牌子。猫手你可以撕掉一下脑子了，可以进一下我们粉丝群。我想吃秀秀牌米饭，那你可以办个牌子，我们去吃牌子啊。我们就是之后啊，嘉年华聚会的话，肯定是就集会这10级的牌子吧。嗯，到时候可以参加聚会。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到时候找个那种小轰趴，我来做饭。欢迎海星。那不是很辣，又有奶香味，对，就是。它的奶香味和芝士的味道中和了它的辣度，所以真的挺好吃的。是有舞蹈群吗？没有，我们只有粉丝群。恭喜业余高考完了，放个鞭炮，等一下我找个特效。哎，不行，那个特效会卡住，我给你手动鼓掌。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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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余，感觉发挥如何呀？有没有就是能考上清华的预感？欢迎索隆，欢迎可爱油。欢迎阿哲。业余，你的语文高考的那个作文题目是什么呀？有没有就是其实厦大也还不错，可以来我们厦门。快来画画我吧。欢迎布丁兔，欢迎大家。昨天很早就下了，不是在荒芜，昨天是不到11点多的时候，和我的就是去找小青去吃烧烤了，播了一会儿手机，你可能没看见。嗯，欢迎保护我方秀秀，欢迎胡萝卜，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继续好久不见。昨天先播了一会儿，然后小青找我去吃烧烤，我就去吃烤肉了，用手机播，当时是11点多才播的吧，播到了2点左右，后来回来又播了。嗯，可能你当时没看见，看上来。欢迎大熊，欢迎人皇，嗨嗨嗨，我们来学一声狗叫，哈哈。房子看好了吗？嗯，今天已经去把合同给签了，就这两天应该就陆陆续续去装扮直播间，就尽快搬家吧。找了新房子特别开心，感觉搬那个新家就和新的开始了，新的状态。没有看到吃播，好遗憾。下次我当时改直播间的标题了，嘉黄你可能没看见，我当时改了，我说晚一点去吃烤肉，手机播。最近太忙了，嗯，
再忙也要注意好，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记得按时吃饭。忙好了就是可以来看看秀秀。憨憨是处男，憨憨是处但不是男。欢迎小儿子，新的开始。还在纠结新的直播间要装窗帘还是要贴墙纸，墙纸的话要冷色系还是暖色系。选择困难症。憨憨，那可不可以不要抓我？憨憨一闻啊，你背着我出去洗头了，不是家里洗发水的味道。憨憨别抓我。秀秀用的是什么麦克风啊？好像是叫 U。其实你把这个直接截图给那个卖设备的人看就好了，因为这个应该一看就知道了。我也差不多快搬了，终于可以回国了。你要回国了吗，小黄？天，你终于可以享受到我们大中华的美食了，恭喜恭喜恭喜回来，欢迎金憨憨。那你要回哪个城市？憨憨没，憨憨没有了。声卡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叫什么，都是那个，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你可以问一下，就是你看你自己的预算啊等等。欢迎渐渐模糊的你，好像是5-6千块钱，你可以问一下。黄章这么有名，谁不认识啊？都认识啊！欢迎白嫖上山的，欢迎大家。如果可以切换色系的话，再高冷女生很暖心。欢迎念堂一生。不管是什么背景，我都是就是又高，就是时而高冷，时而暖心。日本机票太难买了。那你是以后多长期在我们就是在国内了是吗？还是回来住一段时间就回去啊？欢迎威斯安波罗，欢迎小波。憨憨又想被我关禁闭了。憨憨，你已经没有蛋蛋了，你还想失去别的吗？憨憨，你不要。干嘛呢？谢谢62的幸福圈，谢谢。现在隔离好像不止14天了，可能回日本就是出差了，可能回去去日本就去出差了。可能回去日本就是出差哦，就是长期在国内住是吧？偶尔去日本出差。憨憨就很机灵，憨憨虽然没有了蛋蛋，但是他就是和所有的就是男生一样，都有那颗色心。猫是卧底，马是。恭喜金憨憨升到6级牌子，现在机票挺便宜的呀，现在机票比之前便宜多了呢已经。我们跳一支舞吧，欢迎寂寞公爵。帅哥哥，I'm not the guy, so you're real. I'm not the guy, so you're real.
원해왠지내가내가아닌것같은게조금더새까맣게마인드는더대담해난난어느정도는또다툼더트렌디한느낌의액세서리스픽얼마는애들은트윙트윙트윙옆에、mm-hmm. 친구도허까지내시선어디가있어녀리오늘내가트윈트윈트윈내앞에만서면너도킹킹킹너원하는남자는많지만너를픽픽픽픽픽不想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欢迎我们小青。这只猫太可爱了，可能是因为跟我带手的吧。太难了，小青姐姐，太难了。折好了伤心明天切纸和快乐，我穿的是短裤。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妈真好，日也可以办个牌子给金浩来看看，看看欢迎我们导导，今天过生日，天阿肯、你今天生日啊，我给你唱首生日快乐歌吧，祝你生日快乐，给你唱首生日快乐歌。现任呢，这个要问问我们超管同学，
要问我们超管兄弟信任呢？欢迎八卦的世界。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喝。我差点把生日快乐打成了分手快乐。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谢谢我们家黄拿飞机，谢谢家黄大吃，谢谢。即使留一半撤回去，这还能撤吗？算了，不跟他计较。阿黑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谢我们焦黄的飞机，谢谢。恭喜我们二 K 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二 K 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先把这首歌唱完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祝我们二 K 哥生日快乐，每天开心，健健康康，万事顺遂。给你脸了是不是？啊？是不是给你脸了？是不是给你反省的时间了？我唱着歌呢，你祝人家生日快乐呢，你干嘛？真以为我没空打你？啊！真以为随便咬？真的不知道社会的邪恶吗？哇！谢谢吉哈哈开通的游侠，谢谢，谢谢，感谢吉哈哈开通的游侠，谢谢吉哈哈打气，谢谢吉哈哈开通的游侠，好突然，干嘛？干嘛突然卖萌啊？知道错了没有，哈哈？知道错了没有？再不知道错，我跟你说，加法伺候，无情的打在你的屁股上。谢谢，感谢焦黄的飞机，谢谢。秀一下，这只猫咪会在厕所喝水。啊，什么呀？谢谢教皇的飞机，谢谢教皇大曲，谢谢，也是教皇的飞机，谢谢金憨憨的游鞋，谢谢。一进来就看到秀秀打憨憨，兄弟你没有看到前因，我真的被他欺负得很惨，真的。欢迎指示灯，你们每次都是看到我欺负他，但是你们没有看到他是多皮的，真的。他也不是皮厚吧，他是肉厚，他是肉多。脂肪层够厚，谢谢我们家好两个飞机，谢谢我们金憨憨开通的游侠，祝我们二 K 哥生日快乐。研磨时光到了，确实不好吃，这个牌子的没有研磨时光好吃。欢迎死神，
我们还缺一个火箭和一个超火，有没有兄弟可以帮忙凑一凑的呀？天哪，他们的分也太高了吧！天，他们分好高啊！我的老天，超管，我错了，我知道了，我错了，我错了。超管，我看错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大家不用刷屏，我看到了，谢谢大家提醒，超管，我知道了，看到了，我拉上来了。嚯，感谢情人哥的飞机，谢谢，谢谢情人哥的飞机，好难呀，太难了，又想跳又怕被扣分，太难了，我去学个广场舞吧，我以后就跳广场舞好了，再看看两个人，就是我们就是一起跳。哇，谢谢，谢谢歌迷的抹鸡头之前，谢谢歌迷大赤，感谢我们杨梅的十张单卡，我人傻了，这也算深 V， 他可能说的是我脸吧。谢谢，感谢歌迷的抹鸡头之前，谢谢，感谢我们情人哥的飞机，感谢我们歌迷的火箭，谢谢，谢谢我们杨梅的十张单卡，谢谢木仓的单卡，兄弟们大赤，谢谢。谢谢歌迷帮我完成了超火任务和火箭任务，谢谢。我们现在就差额度了。谢谢歌迷，歌迷大气了，谢谢。对啊，我已经定好了那个，我已经定好了那个房子了。我们不能等 PK 受伤吗？最近被打得很惨，而且我们还要打 PK 榜。来看姐姐了，欢迎欢迎。跳五个超火，我们先付个定金吧，先付一个超火吧。欢迎大橙子，开火车，那五个超火也跳不了，跳了我可能就去世了。欢迎苗人凤，欢迎大家，我去忙了。好的，谢谢歌迷，歌迷大吃了，谢谢歌迷帮完成超火任务和火箭任务，谢谢，谢谢我们杨美的十张板卡，谢谢，谢谢牧场的板卡。噔噔，欢迎帅哥哥，嗨，超火虽然很香，但是还是狗命比较重要，欢迎爱吃的鱼，歌迷不是每次扔完了就去忙，他是百忙之中抽空来帮我完成一下任务，嗯，欢迎蔡徐坤，五个差火丢六个就跳吗？兄弟现在跳不了开火车，嗯，跳开火车会被就是扣分，然后呢很容易被就是关24小时这些。如果你想看跳舞的话，我们可以换一支舞。欢迎毛毛球，现在真的就是管得还蛮严格的，我现在才播了半个小时不到，已经两次警告了。欢迎不再问候，欢迎大家。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呢，到时候可以跳。嗯，是公司就是有几日就是严厉跟我说，就是不能跳，跳了可能就鸡鸡了。所以别说高妹孤高总是追不到，害怕不自由。是又会跳创造101的主题曲吗？Yes or no 吗？我不会啊，我学的大部分都是韩舞。好看吗？叫什么呀？我可以去看看，好看的话我可以学学。我先关注一首先。好的，谢谢关注。欢迎小坏坏，但是我们超火可以加微信哦，一个超火可以加微信哦。欢迎梦眠，
孩子，只不过磨平几寸，会试着习惯这差距，就你的拥抱。欢迎毛哥，欢迎大家。主要是动作很危险。如何落雨，落到山腰都竟已化作梦。秦涵涵好像都没有在我们直播间说过话，好少好少说话的，可以就是经常聊聊天。虽说习惯高空之中孤立的感觉，创作101啊，好，我等下听一下。Hello， 大家晚上好，稍等一下，我戴耳机。欢迎曹孟德，果然吧，他们说现在的 PK 系统就是。要么按照颜值连，要么就是按照36D连。哈哈，原来是多少？你是舞蹈区的吗？啊，对，我是舞蹈区的。看过你跳舞。我是舞蹈区的吃播。吃播？对。哦，那太巧了，我是炉石区游戏区的吃播。我们玩啥呢？都可以，你定吧。我之前看过你，你是不是剪了短发呀？还是你扎起来了？哦，我们玩啥呀？你想玩动的还想玩静的呀？都行，你选吗？嗯，谢谢真白，感谢真白的飞机。我们半蹲吧，好不好？惩罚你定一个。好，我不吃不吃不吃。为什么要吃汉堡啊？这是你的绝活吗？我们下次可以比赛吃猪蹄。我吃什么猪蹄？对啊，具体那么香，还可以就是补补胶原蛋白呀、啊，还可以就是大大大。你能吃多少啊，猪蹄？你听这口气好像能吃很多的样子。三五个吧，这么大的。不腻吗？真的呀、啊，真的，真的、哦。那你比我厉害一些。我的食量算是比较大的，嗯，但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吃东西。就吃的比较少，吃的就是那种健身餐呢、啊，所以一吃起来就会吃很多，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吃啊，平常为了就是还挺节食的，或者是健身餐。就是、吃很多，但是不怎么吃，对吧？对，就是平常压抑自己的食欲，然后能吃的时候突然就吃很多。感谢我们情人哥两个飞车。那你就更厉害了，更厉害了。那我们输了是干嘛呢？输了你定一个惩罚吧。你们平时的惩罚有什么啊？我们平常惩罚要么就是画脸，要么就是运动运动。嗯，像我们情人哥的两个飞车，口红画一笔吧。我们就画两个，我们就画那个大胡子，好不好？好，对，画大胡子哈。那我来放歌哈。好好的。我玩的是什么深蹲吗？半蹲。半蹲。我能看开是怎么蹲的吗？就是简单的半蹲，不是健身房那种深蹲。就这样蹲而已吗？对，是。我穿的也太不舞蹈了。现在是我。哦。谢谢真白。谢谢真白的飞机，谢谢饭团的10张饭卡。哦，那这个我行的，这个我会，这个简单。还有个骑单车，你有玩过骑单车呀？我看过，那个好性感。PK 比较少，有点菜。没事，你想玩什么我都可以教你，因为我平常就是我们玩法会比较多一点。我也都行，只要我能学得会，只要我能做得出来，我都行。比如说我们会玩骑单车啊，会玩神龙摆尾啊，比如说扭腰啊、抖腿啊，这个还能玩啊？我之前有看过，哇，那个好容易被封，感觉。就是还是要多注意吧，多注意角度就好了。角度比较重要，不要走光就好。现在这个尺度颜值区感觉好难哦。
舞蹈区。哦，对，舞蹈区感觉好难哦。你知道，我就做了，就是我刚播半个小时，就来了两个超怪，欢迎雪。那个严打。嗯。这两个我都会，你们看不起谁呢？不会。我也不是会吧，我没试过，但我看过。看过就代表会了吧？谁说的？谁说看了就会的？你这个说的，有时候你看别人做的很简单，结果自己就……不是，至少眼睛会了，大脑我不知道。我经常看别人就是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倍儿简单，一跳像个嘚儿。菲尔这个衣服如果在舞蹈区就公益了，我就这样了，就升 V 了，刚刚就跳完就来了。这个也是老快。谢谢我们脑子，谁让买卡？谢谢脑子，谢谢。你这什么品种呢？推塔了，兄弟们，推塔了。啊，推塔是什么？推塔就是推塔成功就有加成。谢谢 Dark Ice Here 的飞机。谢谢我们歌迷的飞机，谢谢。谢谢脑子20张麦卡。Dark 啊，我们推塔成功了。哇！谢谢我们歌迷的两个飞机，感谢我们脑子的20张麦卡，谢谢大雀，欢迎鬼谷鬼，换首歌哈。那你们平常直播的时候是干嘛？就玩游戏是吗？对呀、啊。哦，之后我也玩个游戏吧，之后我们就下个斗地主啊啥的，欢迎茶姐，可以啊 ，QQ 灰车什么这种，我欢迎战友。不是，我想知道吃汉堡是什么梗啊？不知道。而且他们说有个表情包，他们老拿这个黑我。而且他们说吃东西的时候不能笑。欢迎风道长，不要理他们就好了。谢谢，感谢 JORIS2 的办卡，谢谢。哇，你看是我外婆的吗？你妈一个！那我就问你，目测一下，我觉得是 A B C D E。你目测我啊？没有啊，我说我自己感。说对，说你。如果是小汉堡的话，可以啊。谢谢菲尔的。第三只小脚毛的。第三只羊是什么意思？欢迎帅哥哥，谢谢马丁弟弟的办卡，谢谢马丁弟弟大雀，谢谢。感谢大橘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你们说的饺子就是别有神意，你们知道吗？我跟对面小姐第一次连，你们不要这样，等下她讨厌我了。不会。谢谢大橘，感谢大橘的三个飞机。衣服老往下滑，快！谢谢我们情人哥的10张买卡，谢谢情人哥大吃，谢谢情人哥。PK 还挺耗体力的，感谢情人哥的又10张买卡，谢谢情人哥，情人哥牛皮。我跟你说，我觉得半蹲已经不算很耗费体力了，我们有时候要扎马步、跑步、扭腰各种。真的就是一个晚上就真的还要跳舞啥的，真的挺累的。哦，确实。谢谢我们情人哥的飞机，谢谢情人哥搭车，感谢情人哥。我们休息一下吧。嗯，我们休息一下吧，我们休息一下。谢谢情人哥的15张麦卡，谢谢。谢谢情人哥，谢谢。
噔，谢谢情人哥的35张麦卡，谢谢情人哥的飞机，感谢饭他的飞机，谢谢巨大调的一个飞机，谢谢大灰狼雷克系的飞机。兄弟们有没有众筹一波的呀？兄弟们最后的20秒钟了，有没有众筹一波的呀？谢谢，感谢情人哥的35张麦卡。这个比分有点拉锯战呐、啊。谢谢我们脑子，谢谢，感谢歌迷，谢谢情人哥，情人哥加油！还有最后的20秒钟，大家有没有众筹一波、哦？谢谢大白兔，大白兔出了，谢谢大白兔的一个寿司，感谢我们毛毛球的卡丁出，谢谢大白兔的寿司，谢谢大橘的四个。越想象，谢谢大熊的飞机，感谢大熊的2个飞机，办卡，谢谢我们毛毛球的卡丁车，谢谢想象，谢谢想象，谢谢真白的2组66个办卡，谢谢真白，谢谢想象，看一下，谢谢我们大熊的3个飞机，谢谢，谢谢毛毛球的卡丁车，感谢我们奇刃哥，谢谢，你是我连的第一个100级的主播哎。100级其实不能证明什么，我觉得现在100级的主播挺多的，嗯，真的吗？有一个强大的工会，就打比赛的时候就夸夸夸夸，你可以一天升到99级。因为我现在已经很少看斗鱼了，然后我对外面的世界都不太了解。嗯，没事，没关系，改天我们一起打游戏嘛。我只会打斗地主。可以的，嗯，我有一个斗地主可以在一起打吗？现在那个我有一个多亿的斗地那个欢乐斗。我们的惩罚是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奥纳打扰了。他们说你是第一次连麦，我们惩罚是啥来着？就口红换一下，随便换一下。哦，换两个，不对，是换那个胡子的吧？嗯。好的，稍等一下。不同区不是很正常吗？我们不是经常连到游戏区的、户外区的、颜值区的。都说了吧，现在连麦都是按照颜值和身材。好好，谢谢菲儿，我们下次聊。好的，好，拜拜，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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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叔叔。我猜他不会挂，我来挂，拜拜。哒哒哒，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一句有点冒犯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微胖啊，简直太极品了吧！这个身材，天，要啥有啥，就是脸又看起来就是那种精致但是又肉肉的，天！如果我是男的，我就，这是他一年来第一次连麦呀。谢谢我们大熊的3个飞机，谢谢，谢谢我们妈手的卡丁车，感谢我们情人哥的飞机和好多好多的办卡，谢谢，谢谢情人哥，谢谢，谢谢马丁弟弟刚刚的办卡，谢谢 JROIS2 的办卡，感谢歌迷的2个飞机，谢谢我们脑子的好多办卡，谢谢，还有刚刚有2个字不认识的兄弟的办卡，谢谢。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连麦啊、哦、第一次就献给了我，嗨，这就是缘分吧，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在斗鱼就是跟他就是相同颜值相同身材的不多。谢谢哥情商简直了，谢谢月冷孤星的幸福圈，谢谢，没有啊，业余已经高考考完了呀，他已经现在游戏区好像连麦也是有什么规定的吧，就是要连多少把的这种，所以他应该也会就是会连，但可能连的不多，前几天还在PK啊、哦、了解。很少在娱乐区见到大周谷的 ID 了，我以前是模特呀，就是我以前是就是那种模托车的车模，
我以前有做过一次机车的车模，还有那种摩托车的车模。不是，歌迷现在业余已经高考完了，就解放了呀。嗯，算是吧。我觉得这几个月肯定可以好好的玩玩。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小福星。欢迎星辰，我们跳一支舞吧。不读大学的班就要给谢豆沙，别说这种对自己人生不负责的话，好不好？也不是不行哈，开玩笑。其实我觉得呢，在就是高中毕业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去兼职其实还不错了，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磨砺磨砺自己挺好的。我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又去兼职，然后大学的时候又去兼职，很偶然的机会才当上模特，然后呢又是因为模特才进入了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是就是有因有果，真的。这是刚输的，我们先留一会儿吧，输了就擦了不太好。金砖钻石砖也是可以的，我等一下会擦的，兄弟，谢谢，我知道了，我等一下会擦的。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想法不同。欢迎告白 ，Hello 小吉哥，晚上好。大家就是办了牌子的，大家可以多聊聊天。小吉哥可以交下广告费哈。不是，歌迷你在忙啥？你是在应酬还是在干嘛呀？这个点你应该在应酬吧。欢迎天天点钞票，欢迎奶狗，欢迎大家。留一会儿把这个擦了再跳支舞吧。我们去连一把，看能不能把它传出去吧。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徐醒。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夜雨别说了，是个牌子吧，夜雨。欢迎小波，秀秀长，秀秀短，秀秀牌子又不办，秀秀长，秀秀牌短，秀秀牌子又不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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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呵呵哈哈。关键是想不起来钱花在哪儿了。现在还好玩，因为现在不像以前都是那种现金交易，大部分不都是支付宝啊或者是微信啊什么的，你可以看一下账单啊，电子账单一目了然。谢谢，感谢我们指示灯的5张板卡支持。我记得指示灯当时是我念错了他的 ID， 他在想这主播是不是智障，名字都能念错，后来就留下来了。奇人哥还在吗？欢迎七条翅膀。斗鱼的弹幕看着好魔幻，习惯就好了。刚开始接触一个平台，可能都会有点就是迷惑。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秀秀你好呀。 Hello 秀秀，晚上好。晚上好，我玩什么游戏？真的吗？我看到了。叶雨，我看到了秀秀的大气。哇，你的胡子很性感吗？我觉得情人哥应该溜了。欢迎我们葛拜哥，昨天晚上4点多的时候看到葛拜哥来了，3点多的时候是吧，
今天就是忘记刮胡子了，你知道，就是开播太着急了。我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这样，雄性激素分泌的比较多。谢谢我们葛白哥会见，谢谢葛白哥大钱，谢谢。对，行吧，那你定惩罚吧。谢谢我们葛白哥的66张办卡，谢谢。葛白哥大钱，葛白哥你真猛。太帅了吧！我们中间你来定吧。如果我们输了，你就接我这个胡子；如果我输了，你给我定一个，好不好？好，我实名制羡慕了。欢迎钱哥。你如果输了的话，就那个就是上面画两个八字胡吧。好的。好的，那中间玩啥呢？我要么就踩单车吧。好，那我就放这个歌吧。好，谢谢我们葛白哥的火箭和66张的班卡，谢谢葛白哥大钱。葛白哥是不是又溜了？天，真的是打完卡就溜。潘迅，噔噔噔噔噔噔。关注情人哥，现在我的牌子多少级了呀？来去匆匆，对，外面的世界太美好了。我跟你们说，业余的牌子是真的多，是真的很多。我觉得如果这个牌子就是不是就是限制20个牌子的话，业余应该有50个牌子。不过我的牌子它最高，哎，天哪，天，我哭了。谢谢666，是怕我零分不惩罚吗？谢谢。你怎么想？你怎么这么悲观呢？人家就是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你长了胡子又认不出来，如果等下输了，我这儿也会画上胡子。业余能有800个牌子，我也觉得那是刚进直播的时候不懂事，然后见到了你，见到我了之后，你又多了19个牌子。全身都是什么的？黑的。噔噔噔噔噔。你现在在哪一个城市啊，钱儿？我在杭州。哦，你是杭州人吗？不是吧？我是东北人。哦，你呢？我以前啊，没见过巧儿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温婉，很温柔，就是那种说话细声细语的，就很像南方姑娘。见到他之后，他说是北方的，我说还有北方姑娘的特质。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做第4期那个什么吗？好像就是过几天的事儿，是吧？对。欢迎王先生，然后就很多人说啊，你怎么不去参加？怎么不去参加了？因为只能参加一次嘛，不是？对，还真的挺好玩的。哦，秀秀。是的，是挺好玩的。欢迎倩倩的，欢迎歌迷。秀秀能看到我不？看到啦，你说。但是我今天就是前两天去看房子的时候，那个中介说我说话都很浓的东北腔。你要搬家了吗？对，最近要搬家。远吗？还是只是因为时间，就是快到期了要换房子？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老是被投诉，搬了。因为太吵了吗？因为我们就是直播的时间都是晚上啊，晚上可能就是10点多到2-3点钟，那肯定会跳舞嘛，有时候放音乐就会吵到人家。你跳舞的时候音乐是外放的吗？对啊，是外放的呀。所以你要搬到那小楼给助理去了是吧？那小楼你就可以办个牌子啊，你就可以多聊聊天呢，就会多起来了。你一份力量，我一份力量，你一票我一票，秀秀马上就出道。啊，你说。谢谢我们情人哥，谢谢情人哥大吃。我找了一个很偏的地方，很偏很偏的地方，隔音效果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噔噔噔噔噔。粤语他仗着自己有房管，他不怕被禁言。哇，嗯，这也太好看了吧！欢迎杠精，快点截个图。这是啥呀？欢迎东东。哇，9999朵玫瑰花。哦，截个图先。地下车库，我觉得可以去顶楼阳台上面好了。我可以在阳台上面跳广场舞，各种跳，吵不到人家。去世了，天哪，在哪？太好看了吧！可是我没有看到特效，你们看到了吗？那个特效应该会很久的。哦，它只有那个就是显示9999，没有那种大的特效吗？请主播进言，非常快，把踢出直播间。那个非常快。哦，但是据往我们家很多人，他们就是路过打个卡就溜了呀，所以就没法在推塔的时候。哦，我们推塔了耶，加分。对，有帮我截到图吗？因为推塔自己特别特别加分。嗯，屠龙英雄这个牌子就是打 boss 打的。欢迎伊索。就是那个许愿池里边的，你打那个 boss， 他就会就是给你奖励一个前缀。看呆了，没截到，什么样的呀？我没有看过，说没有看过9999玫瑰花的特效，因为我只收到过他们单点的。单点的那种，一个一个点了9999朵，点到手都酸了。欢迎哈士奇，这个也太有心了吧！这个，这个真的太有心了。对，就单点点点点点点。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啊，夜雨？对，在互动里面，互动里面。欢迎小弟弟，你点开互动看看有没有。等一下，我们试着开一下那个许愿池，可以打 boss。谢谢小弟弟的100个福袋，有人送我啊？哦，好的，糖糖。欢迎战优，这不是以前的巧儿吧？对，账号卖给我了。我账号卖给我了，我买的账号。那我改天干嘛呀？感觉要画一圈的胡子，我也觉得。休息了，秀秀。好的，谢谢。谢谢，感谢阿 B 的伦伦的办卡，谢谢，感谢伦伦的办卡，谢谢，伦大去。单点6806个玫瑰花，开美颜开的大的。你这也太累了吧？你这个好像不能设置一次性送多少，这个得单点呢。这，你的鼠标就废了。欢迎冷憨憨。欢迎静静。欢迎大家。秀秀，你播到几点呀？播到3点钟吧，应该左右。播到那么晚？因为我播的晚呢。我开播的时间比较晚。你刚开吗？我9点左右开的，开的比较晚一点。好。谁打的胡子啊？礼物的数量上限就是9999个，你可以6806。哎，不行，秀秀半夜都是吃播。谁说的？直播间的大哥说的。对啊，我都是半夜都是吃东西的，因为每次播到半夜都好饿。顶不住我就会叫外卖吃。嗯，话说对面小姐是哪里人？我刚问过了呀，你忘了？对面小姐姐是你心上人。对，欢迎红颜。秀秀不惩罚了，我走了。别干嘛不惩罚，没事的，没事儿。我的女神，我不想你这样。
好，我们下次联系，谢谢。下次联系，秀秀，拜拜。谢谢巧儿，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欢迎老瓜子。本来想把它试着擦了的，结果更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欢迎甜甜。等一下，后台卡住了，我重新打开一下，稍等一下啊，等一下，卡住了，我重新打开。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这唱的不太好听呀。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清凉。我看着湖面平平淡淡，好像还有艘小船，安安静静的，没人来打扰。这故事挺好，你掀起远方一脸海浪，慢慢靠近，要我陪你流浪，你坚定的模样，我放弃了抵抗。我可以欢迎虾皮膜，没有，刚刚卡了，重新打开了一下。一直到下场不再，然后大家说还不如看照片了。欢迎彭少，就快要夜深人静。我觉得薛之谦很有趣，他的眼霜会都是有很多很多梗，挺有趣的。欢迎神仙大叔叔，然后他拍的很多很多就是短视频什么的，我都觉得他是个谐星，被唱歌耽误了的谐星。今天是不是很 man 呢？今天是不是很有男人味？上综艺的节目效果也很好，很多梗，很放得开。就是欢迎小阿泰，等一下我去倒杯水，我水喝完了，稍等我一下。尤其他之前演的那个叫那个综艺叫什么来着，汪涵也在的火星情报员，当时真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在去年前年到去年的时候有很多好看的综艺，当时什么极限挑战啊，这些都挺好看的。今年就觉得大部分都是选秀类吧，什么创造101啊，什么青春有你啊，乘风破浪的姐姐啊，这种这两年没有薛之谦的综艺我都不爱看。你这么喜欢薛之谦的吗？那我觉得像那个什么，哎那个叫什么来着的，贾玲，还有一个那个演过一个电影，说那个你过来呀，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也挺有趣的。快告诉我你在赶来的路上，唱歌很深情但是却很搞笑，我知道为什么。我可以陪你去远方，别浪费我恨过你一场，你可否带我去流浪，就像才赶来的路上。
我看见湖面平平淡淡，好像还有艘小船，安安静静的，没人来打扰。这故事挺好，我收藏了很多歌单，有韩舞的，然后呢有那种抒情的歌，有那种就是那种月亮之上的那种歌单，有某音的那种翻讯，欢迎大家。不过说实话，他唱歌是真的很深情，就有一种时刻跑了女朋友的感觉。花姐是简称是吧？啊，把这个掐了，我们跳支舞。昨天你的歌单有没有结束过？昨天下播了，好累，我忘记发，我下发给你吧。下次如果忘记了，可以就是提醒我。等一下，我等下发给你，我再发给你。我之前没有分享过我的歌单给你吗？我记得有分享过，你收藏了应该就有了。不知道用电脑怎么分享，我给你发 ID， 你可以关注一下。精力真没你充沛，这是真的，我真的很佩服歌迷。欢迎杰先生。肖央是不是那个那个唱小苹果的那个组合？秀，你这个发小真帅，有没有帅到你？你有没有爱上我？欢迎智慧。他之前拍了部电影还挺好看的，叫做《误杀》。好像是翻拍的吧，我之前看过，是印度还是哪里也有一部就是类似的电影。
问题来了，他们去 MMC 让我报销，可是我没有发票，那你就跟他们要啊。他们 MMC 当时你去跟他们要发票了。后面我有个好办法，你也去，去了之后呢，你就会有发票了。不对，那你这次也报不了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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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杀，我记得最后两个字是误杀。我最近好喜欢看那种电影的那种里面的很多很多的那种精简，就是那种解说电影的。谢谢，感谢秋子的操火，老板这个宝灯吗？谢谢，感谢我们秋子的操火，谢谢。小老板流皮，谢谢，感谢我们超老板的超火，谢谢斯卡流皮，斯卡流皮，斯卡流皮，斯卡流皮。老板，我们刚刚广告词喊得这么响，这个保真吗？老板，守护世界上最好的斯凯，加入斯凯勇往直前。解释我们的办法。欢迎龙根，秋子怎么不说话？秋子，老板说你这上来就，秋子说，哎，秀秀这边好多流氓啊！欢迎蚂蚁，秋子不说话了，秋子慢慢累的离开直播间。欢迎天分。秋智你怎么不说话呢？我觉得下次要等就是秋智说保真，然后我再把这个口号念五分钟。嗨，我开玩笑的，这哪是一个超火的事情，这是我心里面的就是想法。超不超火的真的无所谓，主要是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大家可以帮忙凑一下我们的人头啊，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们可以帮忙凑一下我们二星的人头，二星还缺30个人头，大家可以帮忙凑一下人头。巨王那个太懂了，大家可以帮忙凑一下我们二星人头，0.1鱼翅以上就可以了。谢谢，感谢我们西瓜八八思密达的麦卡，谢谢大赤，我们跳支舞吧，稍等。这边好卡呀，一直刷新不出来。谢谢大家帮忙凑人头，跳一支舞哈。主播是几几年的？别问，问就是00年的。主播今年是本命年，对，就是48岁，没错。谢谢我们小明的麦卡，谢谢。小明大赤，感谢小明的麦卡。
should have known how it rolled. Say a lot of my girls out there. They got you. Venus.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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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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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us.
谢谢，感谢我们指示灯的卡丁车，谢谢，谢谢我们指示灯，谢谢。谢谢我们指示灯的卡丁车车，指示灯霸气了，谢谢指示灯。欢迎秀同学，真好看。以后叫秀秀同学，真好看，同学真有眼光。为什么每次都是提示操作过于频繁？你是点击什么了吗？秀同学真好看，我们可不可以等 PK 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可以加一下 PK 榜，欢迎黑色弟弟。因为我觉得这周超级粉丝团很悬，可能就会没有这个没有热度了。然后这周可能，公司这边因为之前打太多了，也很难说。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就是 PK 的时候再上，会稍微好一点。还有打卡的吗？怎么啦，小心？咋啦咋啦？恭喜踢车满满升到了十级牌子。 Life 叫频繁抚摸，那没办法，超管他有时候看到什么识别什么的就是什么。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被欢迎梦醒哥，好久不见了，梦醒哥。欢迎江迪老师任一斌，欢迎大家。我们可以帮忙凑一下二星人头，还差十三个人头，我们就可以过二星的人头啦，还差十三个人头。超感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并不。欢迎小壳，嗨圆圆，你这话说的，圆圆太难了，圆圆。我要拉上来，不然等一下，等一下又是什么生逼警告。欢迎青龙。哇，谢谢，感谢万人迷的超火，天哪，谢谢万人迷1688的超火，天大气了，谢谢万人迷大气，谢谢万人迷。 Hello 稍等一下，晚上好，万人迷，稍等，我给你发一下微信，稍等哦。谢谢，晚上好，晚上好。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天降大哥开心，谢万人迷的超火，谢谢。想用我们玩啥呢？你说，我都可以。游戏要不你来定吧，然后我发个微信，OK， 那游戏的话就那个吧，就，就扣胸或者举重吧，我都可以的。都可以，要不你定一个，然后我说惩罚吧。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做前后左右四个方位的 S 蹲，好不好？前后左右四个方位的 S 蹲 ，OK， 好。那我等会儿输的话，你能等我穿个裤子吗？我又没有穿，就是在家里穿的那种大裤衩。好，那你上面穿的很性感，很光鲜亮丽，结果下面穿个红裤衩。对对对，就是这样。谢谢，感谢秀同学最好看的28张麦卡，谢谢谢谢秀同学最好看的英超级，感谢万人迷大哥的超火，谢谢。那中间要不你定一个就好。那中间的话，我们就举重吧，好不好？好，那你来放歌吧，圆圆开机吧，圆圆，你到了谁的牌子？我没有歌了，你来放吧。好，那我随便放了哈，喊舞就行。
好好好，可以可以。凑个人头再走，圆圆，我们打个卡再走吧。谢谢我们西瓜爸爸思密达的拜卡，谢谢。谢谢智慧联盟的拜卡。万人迷大哥，我给你发微信了，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就是私信，加下我的微信。欢迎恋秋的风，小英，我觉得我们有段时间没连上，对不对？没有，我很长一段时间不直播了。哦。觉得心力太憔悴了，然后就搞自己的事业去了。什么？就是有了一个副业吗？感谢我们圆圆的拜卡，谢谢。对对对，有。因为你想靠直播，我感觉我好像撑不了太久，赶紧去搞东西。欢迎我们的格拜格。其实什么事情都是需要坚持的，真的。对，现在大环境，每个人都很难，但是真的要坚持。所以其实最难的就是坚持，真的。因为就是总是有好有坏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真的是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你要就是让自己 的要让自己的就是心态放好。我心态一直很好，我觉得我的心态一直都很不好。真的吗？你这样还不好吗？我是那种直播的时候就是精神满满，就是状态很好，下播的就很丧，就觉得我啥也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你应该很喜欢直播，就是很享受直播。我挺喜欢直播的，对，就是我对他很有激情。哎呀，我就是完全没有激情啊，怎么办呀？就是你要对一个东西喜欢，你才会就是越播越好呀。欢迎甜甜好饿呀，欢迎我们古拜哥，谢谢，感谢西瓜爸爸思密达，谢谢。欢迎 coffee。噔噔噔噔，可爱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了？那你现在还是就是主业是直播，然后呢分心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还是怎么说呢？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主业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副业是直播，我感觉是这样。哦，那挺好的，就是还有个别的事情可以去做。对，不然其实叔叔，不然其实下播了的话，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咸鱼，什么都做不了。感谢我们熊的飞机，谢谢熊，谢谢。如果你把直播时间拉长，比如说你一天播18个小时，我就不信你下播了还会有什么想法。你肯定倒头就睡了。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你，一天真的播很长，你一天有播到8个小时吗？没有没有，6-7个小时。谢谢我们熊的飞机，熊霸气。你说，就是我每天播4个小时，我觉得讲话什么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哇，太长时间，喉咙又疼，然后腰又特别疼，我真的做不下去，所以我很佩服那种有的那种女主播，一天能播7-8个小时，10个小时。现在有一天播10个小时、12个小时、18个小时，就很多人他们状态就是他们已经播了2-3年了，也许就是几乎都不怎么休息，然后呢状态又很好，每天直播时间又很就是很长。我也好佩服他们，你知道吗？觉得他们的状态真的很羡慕他们。我也是的，就感觉他们就很有体力，冲劲，很有冲劲，很开心，很享受。开心心的飞机，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真的，尤其是可能你可能直播间人比较多嘛，对吧？可能还好一些。我真的有的时候没有这段时间人也很少，都很少的，就是没有直播间人也很少。谢谢熊的飞机，谢谢。欢迎 Lonely， 谢谢歌迷的丘比特之箭，歌迷大气，谢谢。你说，就是我，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就最跟真的很难熬，真的就真的做不下去。我前几天直播间也没什么人呢、啊，但是你就是要面带微笑，对，试着跟大家聊天呢、啊，试着跟大家多沟通啊。就是比如说古拜哥从来都不理我，我叫他第一遍他不理我，再叫第二遍。古巴哥怎么不说话了？过一会儿他不说话，我再 Q 他。古巴哥聊聊天吧。古巴哥，你喜欢吃什么呀？你是哪里人啊？啊，你今天还不休息？你看我看到几点钟啊？你等下还会来看我吗？你现在看斗鱼看多久啊？看我看多久呀？最喜欢的小姐是哪一个呀？秀秀啊，这还用问？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欢迎 Kiki， 谢谢我们歌迷的丘比特之箭，谢谢。
就是我觉得哪怕直播间只有一个支持你的人，那也得播呀，嗯，哦，还是得播着。我心态真的好好哦。还有一个人喜欢你呢，对不对？欢迎佛祖，谢谢当知了失了夏天的办卡，谢谢，谢谢，谢谢。我看到有时候就是有些人的办卡，就是可能就是第一次给我办牌子这种，我就会觉得冲劲满满，就是哎，对，还是会有人喜欢。谢谢熊的飞机，谢谢。就比如说吧，很多很多那种台上的演员呐、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演话剧的什么的，哪怕真的台下只有一个人，因为这是他的，对啊，这是他的表演啊，这是他的工作啊，也要用心去做好啊。有很多就是。